很感动啊，我也是哈，平生第一次打破自己的记录了。这样的一天哈，来回从北到南哈，把自己的原则呢放下了，也期待我们有缘一同啦，大家人拢来法馆，能把从舞台的译文呐，让他们了解到呢真诚的道理。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聆听真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里的想法。节目中精选随师心得分享与法师随缘开示段落，在岁末年中一起来关注我们的生活。节目一开始有听到了正言法师，为了在这一次的高雄巨蛋金藏演绎，为什么会说自己打破原则还刷新个人记录呢？如果你还没有看今年净思法水妙莲华金藏演绎，我们借由正言上人与常住师父来和您分享观后感，几个重点可以来关注。这回演绎应该是台湾艺术史上罕见的结合现代的悠人神鼓、传统的唐美云歌仔戏团，还有台湾戏曲学院京剧团，以及每一场2680人次的慈济志工联合演绎，透过戏剧唱诵、手语、肢体动作还有击鼓的过程，将慈济在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事业、志工身体力行的爱的足迹这些故事，透过荧幕动画加上人员动静之间的真实演绎来做呈现。其中六瑞相的曲目一出来，全场啊是心神聚合，那份感受或许有人会觉得艺术表演跟佛法经文有什么关联？那又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些困惑疑问会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到净思精舍德成师父来和我们分享净思法水妙莲华金藏演绎观后感，以爱以善来照亮全球。法亲家人们跟线上所有法亲家人们大家好。我想最近最夯的事情就是入金藏，我想是一定要看，而且是要用心观赏，因为唯有在用心的过程当中才真正可以法随入心。那这一次的金藏演绎主题是以爱以善照亮全球 的金藏演绎。那其实这几天在慈济人的，不管是在 LINE 的群组或是在FB 的群组，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传这个美善。那传的是什么？上人所期待的，所以是要做到法之传世弘大圣，星光照遍天下安。那感恩有这样殊胜因缘，在上人是在10号去到了高雄，那在9号晚上就透过了云端看了整场的金藏演绎，真的是感受到整个团队的用心。那这三年，因为本来在慈济55周年的时候，慈月师姐就知道上人所期待的，一直想要把《法华经》透过金藏演绎让全球知道，所以在55周年的时候已经做暖身了。但是因为疫情，整个疫情期间全世界各个地方不是封城就是锁国，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整个金藏演绎就步调就慢了下来。那尤其是去年跟今年一度一度的疫情都很严峻，所以再加上在整个过程也是团队每一次来跟上人请益的时候都一直在做调整。那在高雄演艺又碰到了
高雄先岁末祝福，然后接着演绎，那其实很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真正彩排的时间大概也只有一个月，所以这一个月当中是每一个人真的是卯足了精神，然后期待做一个完整的呈现。那上年一直很期待要将法华经跟无量义经菩萨法的精神能够透过演绎让更多人了解，所以这几天在整个职业世界的不管是 FB 或 LINE 啊，每个人真的就是不只抛出一张一张庄严的照片，然后也回馈了很多很多的心得，那这个心得整个总结起来就是震撼、感恩、感动。那也很多人提到的是，哇，透过这样精湛演绎，竟然是更深入的了解佛法。那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震撼，看到了感恩，看到了感动，可是背后真的是一群人的一个努力。那当然包括悠人神谷的刘老师也来见上人，更可以想见他一直希望上人期待无量义经 的一个经文可以变成一个范拜，然后让大家可以很摄受的入经典跟法水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就一直期待把它创作出来。就他那一天来见上人的时候也是整个看到了他的那一份憔悴，还有那一份整个身体的一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忍心哦。可是当他来到了这里，然后跟上人做请意，怎么样在做调整的时候，当上人几句话鼓励感恩，那也给了这样更明确的方向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上人的法又回到灌注了他的身心哦，然后整个又恢复过来。所以当十号有这样的因缘去到现场，在亲自看整个演绎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感动。那这个上人讲说，这么大的一大事因缘，不是一个人可以成就的，是众人成就。包括唐老师、唐美云老师也是带着团队在入境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是只有让他们肢体的一个演绎，是还带动了读书会，让所有团员都可以深入上人的法髓哈。那这一次也很感恩是大成纲的谢董，他带动全公司哦，都鼓励他们也要入金藏，也要斋戒如数，那是用一个很至诚的心。那包括当然提供了场地让大家可以在那个地方先做彩排，先做整个的练习哦。那当然这个真的就是一个众缘一起来成就的，所以最近真的看到每一张的照片啊，都会说法，都是令人十分十分的感动。像昨天开示当中也提到说，这一辈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殊，突破了这样自己的一个记录，一天南下，然后当天往返，甚至上还很幽默的在前一天就跟大家说，我一定会去高雄，但是不可以说。上说有时候真的很幽默，那但是上人就是身体力行，为了鼓励他去到现场，不纯粹是为了看这个经藏，主要是带给大家一份的感恩，一份的祝福，然后也是激励所有人。那上人其实在还没去之前开示当中就提到了，昨晚看到画面是这么的整齐，其实自己在看的过程当中也感受到1000多人2000多人一个演绎在那个现场你就很注意的去听，当进的时候，若瑞像那个声音是那么的，上人所开示当中提到的，就是极为阴，极为沉，极为光，可以感受到那份宁静之美。但是动当中的时候，你也没有就是听到大家那种整个换场的时候有没有听到很大的那个步伐声，都没有，还是一样是很宁静的往前那所以上人就说，这样一个整齐很震撼人心，很赞叹。那也提到了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经藏演绎，能够把法华经无量义经的精神让更多人可以了解所以上人说，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感恩有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带动那很多人也是都开始有回馈。那包括其实在这一次透过了媒体，也让更多人知道所以在
整个演绎当中，是透过了演绎把上人在金丝城与开示透过人间事相应，所以自己在现场看，或是透过网络看，因为自己在上人身边也是负责关心，不管海外的会务啊，或是国内外的会务，那从四大八法当中看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像林真老菩萨、鲁丹贵的故事，医疗上建院的故事，那建院的过程也很辛苦，医护人员从哪里来，又开始要建校，那其实一步一步走过来是那么的艰辛，但是透过了这样演绎，就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像大家就有提到，唐美云老师就提到说，看到这样子一个过程啊，就要更加快脚步，要跟得紧上人哈，因为上人也是给他，他皈依之后，上人给他的法号是慈弘，就是有这样的因缘在剧团当中，那带动大家借由这样来传法，所以才不会找不到路。那要从投入当中，是做中学，学中觉。那悠然神谷的刘老师也是表示说，进入法华精神这样一个演绎的过程啊，其实是将生命的探讨跟艺术合二为一，虽然是很大的挑战，真的看他们之前也去了急诊哈。那一天的情形，这样那份的不舍，但是他告诉自己说，虽然是挑战，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更要有一份谦卑感恩的心哦，来做学习。那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法华经》的教义是教菩萨法，上在开示当中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们。那《无量义经》又是《法华经》的精髓哈，所以借由这次的经藏演绎，我们从德行品、说法品、功德品。透过一幕一幕的部分，就会更理解哈。那所以他是将慈济的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四大志业，整个跟志工的身体力行事迹哈，在动静当中，就是一个很真实的呈现。那师姐们就有跟我们分享，他就像台南环保局的侯副局长，他的心得，他就说参加了高雄暨淡这样一个演绎的想法哈。那法随的一个金藏演绎，借着两个大剧团跟慈济人这样子，现场超过12000人的参与哈，从佛陀的诞生，看见人间疾苦，然后去求悟道，那在菩提树下的悟道过程当中，也看到就是借这样子，然后真正的是什么，让以善以爱照亮全球哈，所以也因为这样子，50多年来上人带领的慈济人，其实脚步已经走到了128个国家地区。那当然还是有很多灾难苦难的地方，其实更需要慈济人哈加快脚步，有因缘就要去帮助他们。所以他就说，超乎他的想象之外哈，也让慈济更能走入了人间、社会、社区、家庭，甚至于每一个人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观赏之外，一样还是提到感动，还是感动哈。其实这个金藏演义一再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是真的经过3年的一个整个筹备的过程哈。侯副局长就讲到说，如同在国外歌剧院看见的歌剧表演一样，是国际水平的一个部分。那志工的心得演义是。也很可爱哈，因为其实去到了高雄现场，就听到了，他们都在分享说，其实很多人哈站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动，可能2-3个小时。那有些人可能是单干了2场，那过程当中要提早到，所以可能都要站8-9个小时的过程。那有些是老菩萨，他们就说有70几岁的、80几岁的，甚至90岁的以上的老菩萨都有这样子参加演绎啊。那第一天就有一个志工分享说，就一个很娇小的师姑啊，一结束之后抱着他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那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是老菩萨就说，因为他觉得心里很过意不去的是，老是找不到地标，因为全场那么多演绎，然后他们说有18种队形呢，所以这过程当中他说就找不到地标，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就要年轻人来提醒他。但是那个年轻的志工就说，其实师姑的认真，70多岁还尽力的练习哈，其实他觉得自己也是深受感动的一个部分。那昨天像前镇区的陈丽珍师姐，她也心得回馈，她是说超级感动哈。她说会众也都这样回馈，是国际级的
艺术，用浅显易懂的法表演，然后将佛陀成佛及经典的演绎，加上整个两大剧团的一个精湛的一个诠释，真的是撼动人心。他说整个场地是满满的轴线，可能是经纬线，可能是所有动线，他说走位要18种变换的队伍，那半年来一路这样的彩排，只为了圆满一切，就是法会的演绎，让更多更多的菩萨是大家都很幸福，但是过程当中是每一个人身体累，但是心是法喜充满的一个过程。他就说真的要跟所有的人深深一鞠躬感恩，借这样子的法的演绎，让更多人了解。那海外的慈济人也是透过了云端都参与这样子，共同参与这个法会，包括之前上海行脚前雪龙分会 的线上就跟大上人分享说，他们借这样的因缘，原本场地只能容纳400多人，可是想说再扩大加到800多人，可是觉得还是不够，后来透过云端，透过种种场地，结果他们有6000人同时上云端来一起入这个经藏。那海外还是有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那昨天同仁跟我分享说，就是有一个志工的同事的女儿才小二，去看了经藏演绎之后，竟然就可以画出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场地图，看起来这么整齐，然后我相信她的脑海中印下来的是整齐庄严。那人文真善美志工也跟我们分享，他说拍摄到了黄老师演绎那个佛陀的部分，然后拍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整个景有一个心在那个地方，然后印下这样的一个庄严的画面，感恩大家，祝福大家。所听到的是净思精舍德成师父来跟我们分享这净思法水妙莲华的观后感，还有啊，就听到这幕前幕后的花絮，每一场2000多人次，这是经过3年的筹备，以及这将近1个月没日没夜彩排，看到这策划团队是满满的用心啊，大家都是用生命啊来去做演绎。还有啊，也听到这现场的观众啊，在看完演绎之后的心得分享以及给予的赞美。当然上人也有到场来去做观赏，正言上人也在行脚期间会客室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他人到了现场，看到如此大的舞台，其实看不清楚每一个人，但是所有的人聚合起来，再搭配动画、舞台灯光、音乐音效，实在的呈现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世因缘，还有看到人间菩萨道啊，这些志工们真善美付出的感受。而表演艺术团体来演绎《法华经》，这过程当中，尽管走位彩排一再的调整，内容再做修改，他们也都能够用心来呈现佛法与艺术之间融合的美。上人更期待台湾艺文能够让全球慈济人看到，当然也更希望让艺术的价值不只是提升我们心灵的境界，更也能够是净化人心，为社会来增添祥和之气。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这一段正言上人的开示。很感动啊，我也是平生第一次打破自己的记录了。这样的一天来回从北到南那真的是因为感受到了那一份的诚意无以为报了，总是呢用专程从北到南把自己的原则呢再把它放下了，专程去佛说法华严萨忌惮那么大，我坐在比较侧面真的很感动很大，因为我眼睛不是很好，最近总是呢看到舞台上呢人也不大，场地了舞台很大，真很感恩有动画很漂亮，
又感觉到说佛陀的故乡，还有感觉到地球世界之大，尤其是佛陀的鼻根那样毫光啊，那真的可以做到很真很善的美。因为鼻根的毫光啊，它是似有似无，可以给人呢一种很震撼的毫光。毫光也都是亚那无亚那无，但是呢深入人的心境里去，这是一点啊很重要。从那一点啊出来一些六瑞，六瑞像，那就是那个境界，花木、小花、小木、大树等等啦，这都是表达出了世界的生机。那如何让草啊、花啊、那小树、大树啊，这都是在讲经的时候把六瑞呢都是有讲得很清楚。假如是要说这鼻干的火光出来，总是看见了这世间的生机，所以那生机要怎么让他感觉到不是枯燥的大地，是这样栩栩如生的。我常常都说让土地可以呼吸，平常都说声音要去到那种那没听到但是呢很有感受的声音，那叫做大地的呼吸，这样微妙啊。而且那一道光是极为光，真极极微啦的光、哦、那就是要从这样的毫光极为光就慢慢可以看见啦。这样的时间在空间，那从慢慢的有而到没有，像我们在过日子啊，在时间中，其实时间呢，天气、大地，都是呢，在很极微的动。那天在心态啦，也是极微的变化动，要不然。岁寒安怎大寒起来，连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呢是从哪一刻哪一秒长大，而且呢也说不出来自己是怎么老来的，老到现在就开始。所以我说我在看时钟，就是倒数倒数的时间已经呢，刚好十几点了，从凌晨到十二点，已经呢，仅仅呢86400秒，已经过去了一半了。所以说哦，无形中的鬼啦，那也看到了天色，也同样的不断在变。只是我们不敢，无法感觉，心态也是啊。为什么吃饭呢、啊？那为什么他又会饿了、啊？一天呢，添多少食物啊？总是呢，人长到这样，他就不会再长大了，只会老。这都是生命的奥妙啦、啊，怎么会？世间这么多事情，但是每一个人的结构都一样，
为什么大家的思想都不一样？这造成啊，天下呢，许许多多很复杂。所以呢，世间很需要如何去净化人心。方法啦，之多啦，不是一项方法都有法度，那就是要应机度教。其实呢，法法有道啦。那很多的人呐、啊，我们用这样的人文摄受人心。这一场呐、啊，在高雄这一场，应该是乔满郎，还有呢，现在的科技啊，也可以呢，播送到了其他，而且那个时候也都有在上线，所以这种净化人心的工具，那是一种甘苦啦。总是呢，方法，相信这一波哈、哦，会有不少人呐、啊、受影响。所以这一回说，弘法利生，弘法利生，把这个法呢，要安怎让它展开，这是很重要。所以我想，动画呢。比较会把人的心定下来，他看这个景，那心一定，从景呢可以说话，那人加上去更能明白故事是什么，还是呢也要有人有景啊，有内涵哈，啊呢会合起来。才会真的有帮助。一直感觉说，把这样咱台湾的艺文呐，也当好全球的瓷器的能看得到。那这是一个心愿呐。那我们人间能做一些什么，利益众生，利益人间，我想咱这个。弘法利生啦，也期待我们有愿一同啦，大家人拢来发愿，能把从舞台的艺文呐，让他们了解到呢真诚的道理，这时候很期待。所以慈善医疗教育，现在接下来就期待呢。很真善美的艺文展现出来，期待我们共同积极来有志一同